疫苗，打疫苗，打疫苗很重要，打疫苗病毒跑。如果你想要身体好，记得去早点登记，好不好？戴口罩，戴口罩，戴口罩很重要，戴口罩风险少，口罩要紧紧地套牢，鼻子和下巴都要覆盖到。而今客人稀少，老板的烦恼，请问有谁知道？病毒一直在围绕，很多医生护士很苦恼，一声声泪流泪流，爬爬走爬爬走爬爬走，死得早，留在家好不好？想要去买菜，上网 order 有更多的 discount。 孩子的学校，而今没有了欢笑，老师的烦恼全都要自己吞掉，感染人数在升高，很多人病了病了，做生意的很苦恼，很多店关了关了。想要病毒消，遵守防疫 SOP 就对。